什么？我们的蛋仔岛上又发生了三个变化，只有1%的蛋仔玩家才知道。第一个变化，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蛋仔岛有很多瓶盖，伙伴们，蛋仔，走过去。如果我们打开井盖，会召唤虚空里的黑色怪物呀。就是这个白色的眼睛。第一个变化，蛋仔岛里井盖下面有个怪物呀。蛋仔岛的第二个变化，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以前，如果我们感觉某个小岛上的人少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换个岛呀。而在最新的版本，伙伴，换岛屿改名字了，大家千万别认错了。它的新名字改成了一个蓝色的切换岛屿。伙伴们，这是蛋仔岛的第二个变化，换个岛改名字了。和换个岛说句再见好吗？大家千万别找不到了。蛋仔岛的第三大变化，伙伴，难道你还没发现吗？游戏中我们有一个好友按键啊，我们找好朋友的时候，我们的好友页面又发生了改变啊，在好友栏里面新出了一个亲密关系，里面有恋人还有闺蜜，tag功能太好用了。这样的话，官方更容易让我们找到我们最好的朋友呀，这就是新变化，你们发现了吗？